In this summer, we will have a great competition. 两个乌轴，一个赛制，这是一场足球的盛宴，就在今天。The 2018 UEFA Universe Cup. 好，现在画面已经切回我们下半场。目前比分仍然是0-0，蓝色球服是宝宝队，他们一直是传统的强队，穿着绿色的印着精致的倒十八的是老爹队，那么是这届刚刚出现的。我们可以看到老爹队在赛场上的走位是非常灵活的，但是记忆力不太好。哎，兄弟，你是和我一队的吗？不是。你是意大利？嗯。荷兰？哦，你不会是那个十几亿人口的印度？ Whatever。宝宝队主要特点就是速度非常快，可以快速的游走在老爹的两腿之间。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处于主导位置，控球率非常高。前锋一脚射门，太可惜了，守门员挡出门外。这是著名的医生正在为老爹队加油助威。宝宝队这次进攻似乎惹怒了老爹队，老爹队应该是要出大招了。老爹，好了没？马上。5、6、7、8。老爹，功夫果然了得，莫非这就是失传已久的磨洋功？少废话，开招！嘿，看来我要使绝招了。球进啦！球进啦！简直是不可思议！这似乎是宝宝队的主场，老爹队放弃了抵抗，宝宝各种射门，球进啦！又进了！进啦！进啦！再一次打破了老爹队的大门。我只要慢慢的把它捡起来就可。No！ 进不进？进不进？今天进，今天进，进！别追我了，我认输了。哎呀！关注宝宝，转赞评，么么哒。